本节目由生而为的勇闯天涯 SuperX 独家冠名播出，勇闯天涯 SuperX， 够胆够 battle。 收工了，和队长一起火锅吧。28号周一晚8点，小七领衔众舞者来给火锅加点料。录制时间、排练时间，所有的时间就是一个字，非常的紧，紧得连我剪头发的时间都没有。你看我头发多长，铺粉的时候铺得特别用力，就是本来铺得很好，然后后面排队的话他就开始很用力的铺。对，我们2个月不能回家，我的那个2个小猫都变成野猫了，然后把我家搞得奇脏无比，我家的卧室已经快变成丛林了。然后呢，他们俩就是呢丛林里面的2只野猫。大家现在感受一下，我们现在的教室其实根本没有放音乐，这是隔壁舞房的音乐，隔音太差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吃我们的盒饭吃不饱，隔2个小时就会饿。我一般要吃两份。舞者们火力全开，当然少不了队长的精彩助攻。小二已经迫不及待围观这场街舞版吐槽大会了。27号周日晚6点半，一起来看流行舞快问快答，爆出劲爆秘密。暗恋还是主动表白？暗恋。表白。我主动表白。表白有错。好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两个是暗恋型。这边是主动表白型，三人你画我猜，总有一个人孤军奋战。呀，鸡飞蛋打。那是什么鬼？我先说的。更有0秒记录的酷盖挑战，爆笑不断。想要 get 浙江三总决赛门票，小二建议您这边碰碰运气吧。10月1日周四晚8点，这就是舞者，舞者的故事未完待续。2号周五晚8点，街舞潮流图鉴，揭秘2位 B boy 杨凯和乔治的穿搭经。我觉得他挺商务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觉得多 B boy。我最害怕 B boy。他这身挺 B boy。我这个绝对 B boy。我这一身打扮就是跟 B boy 完全没有关系。一个是 B boy 的时尚，一个是时尚 B boy， 反正俩都特别好。本场潮流关键词非黑即白，酷酷子，期待2位的精彩发挥。10月3日，这就是街舞三冠军之夜决赛盛典，本季总冠军呼之欲出，总决赛星光熠熠，万众瞩目。想为你支持的选手争取复活机会吗？马上上优酷搜索这就是街舞，点击头毛巾进入人气选手复活榜参与活动。截至2020年9月28日16点，将产生5个选手复活名额，剩下3个复活名额将分别从勇闯电压 SuperX、 勇闯街舞战力复活榜、微博人气选手复活榜、支付宝平台活动产生。复活8人组，谁能杀出重围，直通总决赛？9月29日晚8点，上海 BFC 外滩金融中心，终极 battle 见分晓。你们是否已经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了？即日起，打开优酷 APP 搜索《这就是街舞》第3季，点击进入节目专区，围观浙街三总决赛舞台搭建全过程，还有机会看到队长和队员排练，为他们在线打 call。小二先行一步，你们随后就来哦。